接下来要报给大家的是一个在地人才知道的私密景点，这是位在礁溪农潭，俗称是水井顶的涌泉区，不但是终年常温在18到20度这之间，而且水质相当的干净，加上有政府的补助以及社区的维护，还规划了休闲步道，民众有机会可以到这里来走走。画面中这个小水池就是龙潭在地俗称的水井顶，因为拥有丰富又干净的涌泉，所以在早期常常有在地民众用来洗衣服，而且经过社区争取后还规划清水步道，因此吸引更多民众来这里休闲运动。水井的由来就是因为这个水，这个所在应该是咱龙潭地区统治有人住的所在，也是因为这个水，所以咱在民国98年的时候就是运用社区运用这个农村再生的机会吼，来把这个水井啊，做一个重整。早期这是一个足黑暗吼，凹凹槽槽的所在，吼啊，查某人若伫遮洗衫，都安全上较有疑虑，吼啊，社区来个改造，来个改造一个安尼。啊，伫个民国100年的时候，咱阁运用迄个社区规划师的计划，吼，过来个做一个整理，啊。嘛，真感谢水保局甲管政府这两个单位安尼吼，来甲阮辅导，啊，阮即摆嘛持续的伫维护。社区表示，因为这里的涌泉水质干净，所以池内还有鱼虾，加上常年冰凉，现在成为夏天消暑的好去处。大人泡泡脚，小孩则是用来戏水。加上社区民众主动维护管理，环境越来越优质。啊，尽量啦。真好啊，凉吧？凉比冷库底较好。水井塘啊，就打水上嘞。这真好啊，这像咧附近洗衫，逐个嘛，逐工嘛伫遐洗衫，免洗衫机咧。你外好咧，感觉真好呢。我搁卡是食迄囡仔来耍啦，有当时鞋啊衫嘛，真侪拢来掠鞋啊。啊，做钓钩甲保护起来真好，上好是大家吼，粪扫莫甲迄个落地啊。这个涌泉水吼，它终年不断，伊的水温维持在20度左右。所以寒天来洗的时阵，伊会呛烟，吼，伊会出，伊的温度同款维持20度，吼，水温会变较少，啊，伊的水质真清气，水质真清气，吼，终年不断，是。啊，热天的时候，夏天的时候，虽然伊维持20度，但是啊，咱的地表吼温度会稍微较降，可能会降到大概伫18度左右，吼，伫18度左右，类似接近冷泉呐。有机会来礁溪游玩时，不妨来看看这个在地的私密景点，地点位在龙泉路2巷内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